你要干嘛？接下来我会问你几个问题，如果你说谎或者拒绝回答的话，那么你室内的温度会持续上升，直到把你烤熟为止。我们重新开始。第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会知道陷害蔷薇？我真的想疯，这是什么呀？ 你和新海林妖九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知道我和新海林妖九？喂，大哥，我不管你是怎么从漫画里穿越出来的，但是我是你的作者，你的人设还有故事背景都是我设计的，所以我当然会知道你跟新海林妖九的事儿啊，因为这是我编的呀。我再告诉你一遍。 我不是你漫画里的人，我更不是你的什么男主角。你现在只需要好好回答我的问题：你为什么会知道陷害蔷薇？为什么会知道我和新海林妖九？还有，你脖子上戴的是预言之石，这是哪里来的？这不是什么预言之石，它就是我的项链而已。哎，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什么新海蔷薇，什么预言之石，那都是我编的，是假的，你放过我吧。相信我。 我老板是一个冷酷的杀手。哎呦，我真是要疯了！我怎么画出这么一个脑子有坑的男主角啊？是你自己不把我追击回来。预言之石，预言之石真的是我编出来的。 我画漫画的时候，就是照着我的项链画的，所以它才会看上去长得跟预言之石一模一模一样。但它真的就是一条普通的项链，也不是什么预言之石。那这个项链是哪来的？它是我爸的遗物。你爸爸的遗物？对，就是我爸的遗物。我从小就戴着。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戴的？不记得。我小的时候。 家里发生过一场火灾，然后我就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。我爸就是这么去世的，医生说，我这是心理创伤，就是 PTSD， 就失忆症。失忆症，不愧是画漫画的，挺能编的呀。这个真不是我编的，它是真的。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告诉我这个项链到底是哪来的。 我真的记不起来了，不记得，给我想起来。你，三，二，一。 Thank you.